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OK， 现在我们玩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解放的妖精是我们的光胆。OK， 大师讲那个什么，那个光啊，或者是蓝港这两个字，我就会都会讲不太清楚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解放吧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三只的妖精解放。这个关卡应该是不用洗技能了，直接把它打过去。哎呀，移过头。OK。哎，这样我没有小岛公主。啊，有了。然后。水，哦，我截这个太弱了。好，走一关。好，这个符石转换，那我们要看一下符石转换转换什么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新珠还是新珠，光珠还是光珠。身为带领一众妖精的圣风后，我必不有负我生来的使命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两个还是一样。试试看，知道吧？哎、欸，没错，光还是光，转跟没转一样啊。那有时候好像看几率去转，那随机嘛。OK， 其他都不用管了。然后现在没有光珠，怎么都没光珠啊？是不是转太少了？啊，有啦，有光珠。我打有点慢呢，啊，转珠这个东西就算了吧。OK。哒哒哒。哦，这个潜能解放关卡没有到很难，所以还可以。然后注意回血啦，大家都这样子，不要血腥族。基本上有补到一颗星珠，三 combo 四 combo 应该都可以回满。这里。好，过了。花有点久。有了可以医好的他，我再也不用独自肩负一切。
哦。传说级，好，为爱蜕变，玛格丽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玛格丽特前人解放之后的技能哈。主动技是三回内移动符石所触碰的符石转化妖族符石。那转化符石这个技能可以解一些锁定的珠子或者是弱化珠，然后。变妖族符石的话，应该也有加成啊，因为他这边好像没有写特别详细，应该是有啦。加成多少我也忘记了。然后敌方所受的伤害 50% 分别扩散到其他人身上，这个跟之前差不了多少。那队长技就普普啦。然后主动技的话，缩短了，好像 CD8 就可以了，最满技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光妖是放在第三个解放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个收看的哦，谢谢，拜拜。